嗨，我是木多。想象一下，你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突然想吃面包，但手机却没电了，无法上网查询推荐的店家，也不好意思问路人。这时呢，你看到对面有三家店，你会选择哪一家呢？中间那一家可能也是卖面包的，但你绝对不会选它，因为它的门面简陋，玻璃也黑麻麻的，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即便有五星级的烘焙师，你也会直接忽略它。而 YouTube 的封面缩图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决定了观众是否会点击你的影片。点开 YouTube 首页啊，推荐的那些影片就是你隔壁的店家，要在众多的影片中脱颖而出，封面绝对得用点心思。如果不注意这个细节啊，精心制作的影片可能连一秒钟都不会被看到。今天我将用免费免安装的网页工具手把手的实操给你看吸睛缩图的四大设计秘诀，让你的缩图能在众多的影片中脱颖而出。影片最后也会分享一个工具，让你只要三分钟就能制作出吸睛的缩图封面。欢迎订阅这个频道，会持续更新自媒体经营的相关心得，也会分享影片制作的各种技巧。不论我们是刻意的搜索关键字来看影片，或是单纯打发时间的随机看影片娱乐，要不要点开那部影片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就是看懂这是在做什么。看不懂的话呢，就会觉得和自己无关，自然就不会点开来看了。所以优化搜图真的是非常必要，但其实也很容易，只要注意四点就能有效改善，再配合片尾的工具，就能让你三分钟内制作出吸睛的缩图。我们就实际的从无到有来实做一张看看，比如标题是 DJI Mac 2一个关键省8000元，让手机录影不再受限，亲民无线录音足足便宜三倍，最新蓝牙麦克风。那标题都会很长，因为我们影片呢也讲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很多重点都有在里面，加上长尾关键字啊，就是要尽量的把各种关键字塞进去。那当然是要塞有相关的啊，没相关的话就没有用了。那这标题也不要全部都塞到缩图里面，所以首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文字大小。许多缩图常见的问题就是文字太小，导致难以阅读。在这个时代啊，许多人的视力都不是很好，如果文字太小呢，就会让人家无法在第一时间辨别，然后现代人也没什么专注力，所以很快就会直接跳过了。文字太小的主要原因通常就是想要在封面表达太多的讯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标题非常的长。但缩图其实就像影片的超级精华，要惜字如金。我觉得啊，中文字横式的话尽量别超过9个字，这是一个临界点啊，超过就会增加阅读难度。以刚才的标题来讲，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取舍。我觉得 DJI Mic 2很重要，因为这影片就是在讲 DJI Mic 2，它是一个最新的麦克风啊。那再来就是8000元，可以省8000元，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金额就会让人家眼睛发亮。那最后就是不受限，因为 DJI Mic 这个录音麦克风啊，前一代它得装接收器，这一次就完全免除了线的牵绊，所以我觉得留下这几行字就刚刚好了。再来呢，就是文字的粗细，可以看到这个字虽然够大，但因为选了很细的字体，因此缩小后啊，阅读难度也会增加，这也很好改善。只要用粗黑体、粗圆体，甚至加个外框，这样字就会很明显。那有一个设计技巧，就是设计完之后要不时的把它缩小，来确认看看它会不会影响阅读难度。因为人家就是在手机上看的，它的大小就是固定这么小张，你一定要确保你的内容是不会很杂乱，让人家可以清晰辨别。那紧接着我们来加入背景图片，背景图片呢，只要和内容有相关就好了。情况允许的话呢，也可以自己拍一下。我就把我之前拍的这个 DJI Mic 2这个类似情境图的图片，把它放进来。那放进来之后呢，也要确保图片是够暗的，这样文字比较能够凸显出来。因为缩图也就这么小张而已，其实人家也看不太懂这个图片是什么东西。当然，这也不代表说背景图片不重要了，只不过说我觉得那是画龙点睛的效果，文字还是比较重要。再来，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文字颜色，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它是偏黑的，但文字也是黑色，这样根本看不清楚。所以颜色不处理好的话，前面的用心也会功亏一篑。那只要试着用对比色就很好解决了。我们这里的话是黑就可以配白，那如果是黄就配蓝，红就配黄之类的。重点呢就是要和背景产生鲜明的对比，可以自己多做尝试啊。重点就是明显。色彩来讲的话呢，也别超过3个颜色，超过的话可能就会很杂乱。那以上这4点只要注意好啊，基本上缩图就能达到吸睛的作用了。但我大概明白缩图封面为什么会时常做不好，因为缩图啊往往是上传影片时才发现没有准备的东西，只不过已经辛苦半天了，根本管不上封面的品质了，反正内容比较重要，对不对？然而啊，不管是什么理由，要不要点开影片，观众就只会单纯的用封面来筛选。还记得吗？就像刚才说的面包店一样，你的封面一定要设计到像是影片的精华，这样子的话观众起码知道你这影片大概是什么内容，有兴趣的人他看这
个封面就会点进来，起码不再是黑妈妈的一片，他根本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但我也可以理解拍影片真的很辛苦了，所以我要来分享一个能够让你省下大量时间，只要3分钟就能做出吸睛缩图封面的15款 YouTube 封面缩图模板。如果要找设计师设计一张缩图啊，费用大概是$20，而且也得3到7天才能完成。但只要掌握了以上4大重点，结合这个模板，自己3分钟就能搞定，还能省下$20。我们就实际的用这个模板来设计看看刚才的标题。首先呢，打开连接啊，就能看到这一个页面。那点这里右下角呢，就可以纵览全部的模板。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按照自己预想的标题去选择看要套入哪一个模板。这都已经设定好大小了，文字的边框也都有进行简单的设计。同时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也不是说要版权保护，而是要让你可以换上自己的人像。缩图呢，我建议还是要加入自己的人像，毕竟自媒体经营就是在经营个人品牌，要常常出现呢，也才会容易被人家记住。不然就是光是物品跟文字的话呢，人家或许看得懂这个缩图，但是他没有时常看到你的话，他也不知道是你发的影片，他可能没有订阅，可是他也喜欢看你的影片，所以你有很大几率也会出现在他的 YouTube 首页。他如果看到是你的人像，就知道是你拍的，那你可能会担心去背很麻烦。其实现在要去背也非常容易啊，你只要拍一张自拍照，然后到这个网站 Remove BG 上传之后，它就会直接进行去背。接下来呢，只要下载就能够使用，而且是完全免费的，除非你要很高的分辨率。但我们做缩图封面呢，完全不需要高分辨率，这个免费的就很够用。那接下来只要换人像、文字和背景图片就可以搞定了，我们就实际来计时吧。开始，好，那我们就上传人像，然后给它下载下来。紧接着呢，来到我们的页面，那我们把人像换成我们刚才的这个人像，然后标题这里输入我们刚才想好的最上面 DJ Mic 2，然后5个字，整8000元。好，不要写那么具体，8000元。然后下面呢，我们再，我们不要这个辅助图片，我们把它改成说是不用线，不用线。它这个都是可以按照自己去调配的、啊、那我们再调一下字的大小，那不用线，然后再来我们换一个背景图，背景图也用我们刚才设计过的那一个。那放进来之后呢，它可能位置不是，它可能会盖住你的人像之类的，所以要按位置来这里去调整一下，让它在后面。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再更改个颜色，也要让它是黑的。好，不用线，那这样子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总共花了1分20秒。1分20秒呢，就已经完成了这一个图片，基本上呢，它就是符合吸睛的条件了。人家就可以看 DJI Mic 2，省8000多块，然后又不用线，再加上你刚才自拍的，我这个是用那种惊讶的表情，再加上我这个手势，上面直接有连一个蓝牙麦克风，给它再加个分吧，可以再加一点图示来让这个图片更活泼啊。想到省钱的话，就会想到铺满嘛，打铺满，那就可以看到旁边有一只猪，我们把它放进来。在省这个旁边，那省的话呢，甚至也可以给它弄黄色的这一个方框啊，也都可以调整颜色。哎，省8000元，黄色的对比这就红色吧，那这个更明显了。那不用线，我们再给它加个箭头，这箭头也很方便，右边那个直接可以选，然后这里再来去调整它的粗细，那直接指向我们这一个手机的地方。字的大小呢，我们甚至又可以再去做调整，让它尽量大，那这个图片呢就更加丰富了。所以说这个模板真的很好用，你只要3分钟就可以设计出吸睛的缩图封面了。这15款 YouTube 缩图封面模板就能够让你省下很多的设计费了，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因为模板套出来的文字毕竟还是有限的，颜色无法制作渐层，边框也只能一层而已，所以用专业的设计软体，视觉上会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虽然我觉得这样就很够用，但之后若如果想要外包，这个模板也可以方便和设计师沟通，不然又会
增加沟通成本，一来一往的时间不但会浪费掉，如果变动太大，设计师还会跟你收校稿费。先用模板套好文字跟位置，再请设计师设计文字样式，加入一些渐层边框等等的，这样沟通就会非常有效率。更重要的是不用再花校稿费，能省下时间也省下金钱。但你应该也看过一些封面说图，明明就很不知所以，却观看数很多。那其实呢，大部分也是因为那个频道啊，它本身的订阅数就很高了，所以不管发什么影片都会有基本受众。一样拿面包店的例子，可能门面很简陋，但吃过的人觉得好吃，所以甚至还会带亲朋好友来吃。那就算不怎么去装潢，也会有客人。但通常这种店啊，也是很早期就经营的那种老店，对刚开始经营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只能靠门面来吸引人，当然封面做得好，内容也要同等精彩，不然就会像很多的标题党，反而浪费别人的时间。那如果你对内容开发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资讯栏领取自媒体启动指南，里面除了有内容开发的万用公式，让你知道要拍什么之外，同时也会有器材的选用指南，让你零成本就能开始拍片。那15款 YouTube 搜图封面也是一样，在资讯栏可以直接点击领取。如果有什么部分需要我补充，或者是设计封面的过程还是不甚卡关的，需要建议的话呢，都可以底下留言，或者加我的 LINE 直接问我，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制作的成果，我每天都会进行回复。那如果你未来也想获得更多关于自媒体的创作技巧以及拍片的诀窍呢，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期待看到你的创意和成果。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啦，拜拜。